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小米粒又让我给他看家护院来了。我用了6个月零32天的研究，研究出了一套完美的求爱计划。我的这个计划那堪称老完美了，就两个字儿，棒啊。为了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完成，我把我的表哥真挺帅从山里边请出来了。我的表哥不一般，我的表哥不简单，他有着过目不忘的大脑，有着胡言乱语的三寸不烂之舌，有了他的帮助，我的计划一定能成功。行不行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在山里憋了2年了，好长时间没见着这么多人，太兴奋了。那也不能脱裤子呀。哎呀，表哥，你来了。来了，盼你盼了好久，请坐。好，渴死我了。啊，有水吗？有，快给我倒一口。哎呀，开水呀、啊！那你不也咽了吗？行了，说正事儿吧。对了，我交代你那事儿记住没？你交给我的事儿，我啥时候忘过？那我就放心了。什么事儿？你还能行不？求爱计划。那个计划，这太简单了。这怎么个计划来着？不，你啥记性啊？你不号称过目不忘吗？我这在山里天天思考人生，用脑过度了。那你这三寸不烂之舌呢？这不刚才烫坏了吗？那我找你干啥来了？那你对我失望了呗？告辞。站，坐下。表哥，嗯，虽然那两样吧指不上了，你以前不是干推销的吗？我现在也没退休啊，而且这个推销我会干一辈子。好，太好了，我再给你重说一遍啊。嗯，这个机器叫做谁是你的命中注定，虽然是假的骗人的，我希望你想方设法用推销的方式把它推销给我的心爱女人小米粒，这事儿就成了。你这事儿找我不正好吗？但是骗人的事儿我不能干，告辞。你欠我那500块钱可以过两天还，咱们就按原计划进行啊。那个，我说的这些事儿你一定要记住了啊，可千万不能再忘了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不就推销吗？忘不了，刚才逗你呢。那就行，谢谢啊。这事儿多简单，大恩不言谢。我是你表哥。对，来了来了。那个，你刚才跟我说那些产品啥的都有瑕疵。不，先生，您再看一下，我们公司的产品还有很多。有毛病啊？不，我去。抱歉，他谁呀？干传销的。传销啊？不对，干推销的。小姐您好。嗯，你好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大哥把衣服还给我呗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啥都有，经济贸易有限公司，真挺帅先生。我叫真挺帅。哎呀妈，这名儿起得真浮夸。那个，这位兄台，嗯，你刚才给我介绍那些产品吧，对我来说没有啥用，都是用给那些漂亮女孩的。那个，你请回吧。哟，那打扰了，告辞。回来。那个，我用不上。你那个产品不是用给那些漂亮女孩的吗？她不漂亮吗？她。这家的主人小米粒儿，就她，哎，漂亮啊，太漂亮了啊，漂亮，我干啥呀？推销。
微笑太漂亮了。哎呀，这位女士，我跟你说，你太漂亮了啊！但是你如此完美的外观下呢，有那么一丝的瑕疵，在哪儿呢？哎，就在这儿。你这个头发的发梢啊，有一些分叉，但是不要怕，因为我们公司最近研制了一种护发素，是专门针对你这个发梢分叉的，特别的好用。不可能，我用的都是进口的护发素，特别好用，怎么可能分叉呢？再说了，你公司那什么牌子，我可不敢乱用。你有啥不敢用的呀？我们公司那护发素全都给大明星用的。哪个明星用啊？你看啊，葛优、徐峥、陈涵柏，他们都有头发吗？你管人有没有头发呢？人家起码不分叉。那个。推销，对，推销，这个你这个，哎呀，我发现你最近这个肤色有些暗淡，但是你不要怕，因为我们公司最新研制了一款美白霜，是专门针对你肤色暗淡的这个问题。哎妈，我可不敢用，那往脸上用的东西我可不敢乱用。你有啥不敢用的？我们的美白霜全给大明星用的。用哪个明星用啊？你看啊，宋小宝、泰森、科比和布莱恩特。完了也没白哪儿去，那他们要不用我们的美白霜，现在你都看不见他们。不是我的，哎，滚！不是，我还没介绍完，你这个牙缝有点大。哎呀，你别少吃，你等会儿，你观察那么仔细呢，还观察人牙，你不看人嗓子眼儿啊？怎么了？推销这个，求你了！小姐。刚才那些产品你要是都不喜欢，这个宝贝你肯定喜欢，因为这个产品啊，是我们专门为你们这些大龄单身男女青年设计的一款求爱产品，它的名字就叫叫什么来着？谁是你的命？知道了，谁是你的命根子？对，去你编的是吧？什么？注定命中注定？对。谁是你的命中注定？哎呀，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产品的方法，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你拿着它呀，对着一个人摁一下，然后如果这个人呢对你翩翩起舞的话呢，就说明啊，他就是你的命中注定，他就喜欢你。是吗？对啊。看看，这东西有那么神奇吗？当然有了。小米粒啊。咱别管它神不神奇，你试试看好不好使。试试。哎，你要不真的，我呢就是委屈一下子，对我试试。你看，对我试试。试试。哎，试，对我试，来，试试试试试。哎。还跳着了呢，我跳是对我跳。哎，行了，这玩意儿不好玩啊！行了，赶紧走吧，骗子。要他不要，那告辞。哎，你给我站着。那个他不稀罕，我觉得这玩意儿挺好玩的，我买了。你买了啊？多少钱？这东西你卖的，你问我多钱？那你估个价吧。我上月欠你多少钱？5万，这个定价是600。遇上你是我的坎儿，麻的啊，洋气。小米粒，这东西我给买了，那个，要不你对着我摁一下试试？我要这破玩意儿干什么呀？摁不了吃亏，你摁不了上当。你摁一下，等摁一下，有用吗？哎，我不摁，摁他干嘛呀？摁一下，我滚！小妹儿，我不是拿走，摁一下，行不行？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命中注定。闭嘴！一看就是他找来的托。哎，你说这我都不愿意说你俩
多大个人了，还玩这么幼稚的游戏啊？啊，你看看你，站起来比谁都高，一点正事没有。你再看看你，站起来比谁都矮，没有一点正事。幼稚。小米粒，笨笨，你来了。那个，邻居说你家太吵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这人谁啊？我姓李。这位是？他是。真挺帅。你朋友真会说话。不是他，我叫真挺帅。我表哥。哎，那个，你看看笨笨，这东西可好玩了。据说他摁一下就能测试出来你的命中注定。哎，来来来来，你这样，你按一下，如果谁对你翩翩起舞，那个人就是你的命中注定。来。兄弟啊，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使，他俩不可能是我的命中注定。那个，你拿着吧，你仨玩的还挺天真。我哎哎，笨笨，你没看我跳的吗？我是你的命中注定。笨笨，等等我。表哥，你行，瞅啥呀？瞅你咋的？是搅和来了不？这事儿能怨我吗？不怨你怨谁？这主意是不是你出的啊？还命中注定，幼不幼稚？行，我幼稚，我幼稚，我幼稚，行不行？你是我的命中注定爹。